抱歉，我们刚刚耳机有点问题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顽童公蛋出大事，中断48分钟。顽童 NJ16 首次公蛋，一连三天在小巨蛋开唱，吸引3.3万粉丝到场。唱完干大事，没多久就出大事。你们今天晚上好吗？抱歉，我们刚刚耳机有点问题，等我一下好不好？谢谢大家今天来啊。今天天气超级热，但是你们还好吧？你们在外面很久吗？没事没事，我们下次在外面装冷气好不好？那你的票价可能要再多2000块，那我这样子，开玩笑开玩笑。哇！哦，好。我们需要几分钟？我们的主机挂掉，我们需要重开机。因为大家太热了，真的。对，太热了，太热了。我会补给你们，我会补给你们。大家先。为了要表现我们诚意，我觉得跟大家说声对不起。非常不好意思，非常抱歉。然后。再稍等一下，稍安勿躁，我们等下尽力去把这件事处理好，可以吗？谢谢大家，谢谢谢谢。今天晚上我们一定会超时，因为我们刚刚花太多时间处理了，但是对我全部都还给你们，真的，因为在我眼里你们全部都是笑脸蛋。